求处理学生住宿权益，要求处理学生住宿权益，全面落实住宿安全平和，全面落实住宿安全平和，优先规划弱势生社会住宅。它这个外观大家看起来都是铁皮屋，是就是说房东把一些外推的阳台透过铁皮屋的方式就把它整个封起来，然后整个天井就是说它整个天井也被封了，那万一不幸火灾的话，这个大概就是一个明显的烟囱效应，就直接上去所有的住户那无法幸免，那铁窗就是说全部都是被封死的一个状况这样。那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个就是说高密度而且就是说消防跟治安安全很有疑虑的一个宿舍，事实上在中部的地区，事实上尤其是在西区，就是那一带几个学校，事实上是非常严重的。那我们从东华大学烧死了几位学生之后呢，教育部才重视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有33万的人在学叫校啊租屋，那教育部真的要该好好检讨，为什么这些学校无法提供足够的住宿单位？那么让青年学子必须完全的负担市场的这个租金哈，其实是青年学子隐性债务和沉重，非常沉重的负担。虽然马政府呢，马总统已经宣示说要让学贷再延长还款的期限，但是这个关键在于说量能的还款以及增加奖助学金的两个重要诉求，这个才是能够解决我们这些学生的债务哈。今年教育部长他在这个立委的这个质询要求之下，希望在半年内完成全国174个大专院校的这个安全评核。结果评核出来的结果，我们会发现非常荒谬的是，居然在某个学校的官网上公开的资讯还有这样的讯息，热水器安装在密闭环境中，还把照片刊出来，这是一个密闭的环境，然后这个热水器放在里面，就在大后阳台里面，结果校方仍然在官网上说完成评鉴。所以我们在这边要非常的好奇，也非常的批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安全评核的政策，这样急救章的一个政策，在学校单位长期以来缺乏专人专责单位的状况下，根本没有办法确切落实。那这样公开上网的资讯是可以被相信的吗？长期的看来，就是说整个无论是教育部或者是国家主管住宅政策的部门内政部，在这一块其实是长期被忽略的，所以我们觉得是要出来就是说针对这一部分让大家知道这样的一个议题。在外住宿的这些所谓的青春寄居界，大概将近有33万这样的这么多的大专青少年，他们现在就是因为学校本身的这个宿舍供给量不足，而导致呢他们必须被迫在外面这样的一些非常危险的这样的一个住宿环境里面流浪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以我们自己了解的现在校外邻居的状况，极有可能明天不晓在哪一个学校又蹦出了有同学不幸被烧死的事件，因为如果以目前的状况，事实上是以这样的方式处理的话，这个只是随时会出现，或者是老天保不保佑你的问题。那今天之所以会有所谓的，就是有33万的所谓青春寄居蟹住在校外的围楼，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因为学校根本没有提供足够的宿舍。那在尤其是在高教整个扩张的过程当中，从民国91年开始到99年，现在那我根据教育部的那个教育统计的资料里面找到一项数据，是从91年到99年的那个大学生的增加比例。是从124万到134万，等于增加了10万人，这8年之间增加了10万的大学生。但是宿舍增加的比例是从91年到民国99年，那是27万到29万。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大学生增加了10万人，但是我们宿舍增加的比例只有增加2万。那这是完全不成比例的一个数字。所以让我们今天简单的三个诉求，就是要求要有这个处理学生住宿权益的小组，落实住宿安全评核机制，还有优先规划弱势生社会住宅政策。我们希望马先生马总统你听到。